杨紫昨天亲自下场，拉半个娱乐圈中的好友为自己的新剧香蜜沉沉浸如说，打 call 的上在饭圈中闹的动静还挺大的。据不完全统计，有王俊凯、张一山、任嘉伦、马天宇、白可、狄天林、李倩、魏大勋、张哲瀚、毛子俊、牛俊峰、许魏洲、刘涛、蒋欣、王子文、乔欣，一众男神女神为杨紫发布了个人社交平台动态，基本上杨紫的朋友圈都挨家挨户跑遍了。杨紫同时也在事后在自己的官博上表示了感谢，并且同时表示自己是第一次这么费尽心力的为自己的新剧打 call， 同时艾特剧方搞笑的要挟了宣传费。杨紫的这组表情包也都出名了，但是看到这里，很多人不由得产生了疑问。对于一部新剧的宣发来说，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稳定进行，毕竟宣发这一块面是包含了费用在内的，而让明星亲自下场宣传是包含了常规宣发之内的。但是像杨紫这样号召了大半个自己的朋友圈做宣传就非常少见了，一般都是在宣发费用严重不足的时候才动用明星的个人力量和私人关系为新剧宣传。而香蜜沉沉烬如霜开播到现在，流量和口碑一直呈走高的势头，按理说用不着这么劳师动众的需要杨紫亲自下场打 call 的。可是今日凌晨这部剧突然被爆出来其在某平台的宣发被限流限爆了，这样才导致杨紫不得不亲自下场发动朋友圈来的救场。首先有粉丝发现，昨天杨紫在宣传的时候，娱乐圈男女老少加起来快20多号人，这样看来是比较有轰动效应的事儿。在今天却一个与杨紫找朋友帮忙的相关热搜没看到，并且有人发现一大早刷博却发现香蜜的热搜降到了29位，于是又去刷刷热度，结果却发现热度根本刷不上去，阅读量非常低。该粉丝又来了两条推广，一个带香蜜话题，一个不带香蜜话题，却发现不带话题的阅读量比带话题的高得太多，并且该粉丝发现在花钱买推广是特意选择了关键词搜索这一栏的分类，却发现凡是有关香蜜的词条竟然都被禁止选择。随后该粉丝又更了进一步的证据，说凡是带有杨紫大名的阅读量都很低，因为关键词杨紫、罗云熙、香蜜沉沉烬如霜等都被限制推广了。消息一传出，粉丝立刻不淡定了，纷纷说怪不得杨紫昨天有些火烧眉毛，是的，发动自己的朋友圈进行推广宣传电视剧，这在以往可是非常罕见的，看来该剧的宣发遇到了阻碍困难，结果逼得杨紫不得不自己亲自下场发动朋友圈进行宣传了。也有人问找谁到了，意思就是香蜜的费用可能都砸在了电视剧本身上，导致宣发费用严重不足，从而被竞争对手给花钱限制了。这样的说法虽然有待商榷，但也是一个猜测方向吧。只是可怜杨紫足的电脑前跑了一天，最后连个热搜都没上去。The end。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